本分局今日下午15时23分获报新皮乡台一线与新民路口一部砂石车行驶北上车道，行经该路口疑似闪避一部不明原因自摔普通重机车，而冲撞至对向车道，擦撞一部货柜车，导致该后方货柜掉落外侧车道，造成南下车道拥塞。目前暂时封闭南下车道，调拨北上车道供南下使用，预计在17点30分抢通。事故现场机车骑士及砂石车司机送医救治中，相关肇事原因后续将由本分局调查分析。